有机茶园，猫空有机茶园，就是无意间发现。熊空。哦，熊空不是猫空吼、哦。嗯。啊，重点就是讲这茶园吼、哦，咱这地吼、哦，就是要用有机的，袂使用化肥吼、哦。啊，这茶园就是讲提个吼，有机就是表示讲会食的嘛，就是讲会使个甘的出来的，一休三心，讲起来这，无农药的味，啊，食落非常非常的甜，甜的。米嘞，搁甘甜。哎、欸，你开始哩，莫翕一只爬喺山下落去吼。啊，头前是来，请跟我来吼。即区是认养区啦吼。即、這個、山坡看起拢栋吼，50,000块尔尔啦吼。啊，要买的人来遮登记。吼，啊，即区嘞，向阳个即区，我翕看看即区哦。即区可能要300万啦，你看看迄个对面的林相啦吼。来，啊，我请我的摄影师吼，食一个一号三星，我食看卖，有水无？水吼。好，啊，今日采访会当结束了。